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宋威。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玩这个 Roblox 啊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游戏呢叫做咬人杀哦，就是一个会有一个玩家扮演鲨鱼吧，然后其他人就是开着船来跟鲨鱼缠斗的一个游戏哦，应该还蛮有趣的吧。然后上面目前我们就是在等下一轮啦，然后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就只能站在这边看一下。观战他们是不是？总之这边是时间，好像只要活过这边，或者是把血啊鲨鱼的血量见底，人类方就会获胜这样子。反正就有点像是谁是杀手这种感觉的游戏嘛，对不对？总之我们先可以在这附近绕一下啦，反正还有100多秒。然后自己怎么一艘船卡在这里啊？后面这边还有路的，我先走出去看一下哦。这边是在干嘛？这边可以买东西是不是？虽然说这个都是氪金道具之类的，买不起啊。好了，那总之应该也没什么好讲的啊，我们就等那个时间到吧。因为附近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逛的啊，我们就直接走上去吧。哦，鲨鱼已被击杀，人类方赢了，是不是？生还者只有一个人哦，哇，那鲨鱼也是蛮强的哦。好啊，其实我不知道总共几个人啊，反正其实好像人还蛮多，那个鲨鱼还蛮会玩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选择船只哦，我其实不知道它船只有没有差，总之我们选一个看起来比较强的好了，橡皮鸭船感觉就特别强了，这就是我们的船了，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开着船来跟鲨鱼进行搏斗啊，对不对？OK，总之的话，我们应该是要开始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怎么人在这里？开始了开始了，我们可以开船有没有？然后，哎，我要怎么开船？这样子不是，我应该是要控这个螺旋桨啊，还没开始我，所以我不能动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可以动了。哦，鲨鱼开始行动了，没有？鲨鱼已经从水里游出来了，我们就好像是要杀掉它，或者是，撑到时间结束吧。这感觉还蛮难的哦，因为鲨鱼，我记得前面试玩一场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很硬，很难打。然后我们底下是有枪可以使用的，就是这边有鲨鱼，这边我们对它开枪，有没有？哇，那鲨鱼跑超快的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切成第一人称看看，然后开枪对它开枪。我真的有在对它造成伤害吗？怎么感觉还蛮懒的啊？主动接近它好像不是什么好事欸。而且鲨鱼在水底的时候我好像看不到啊，它在追这艘船，我们赶快赶过去支援的话，赶过去支援啊！那是鲨鱼人呢、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开一下！鲨 鱼怎么感觉不会扣血啊？哦，它扣血，它扣血，应该是我打的吧？开！哦，有，我在打到鲨鱼，我打到鲨鱼，好不好？这鲨鱼怎么感觉拆不了这艘船啊？有没有船的血还蛮多的？哦，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就对他开枪，我一直在对他进行输出欸。哎，那鲨鱼怎么感觉很猛啊？他过来，他过来，等一下，他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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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不可以被追到啊！他怎么猛啊？我死啊！哎，他怎么那么快啊？这游戏是不是做坏？他就一瞬间冲到我旁边，我就死了欸。这游戏是不是做坏了？就 我们这次换别的船看好不好？看一下渔船强不强？我记得渔船应该也是开蛮快的啊，所以说应该是也可以 也可以比较不会沉吧，就可以跑得比较快，比较不会被鲨鱼追到。哦，各位观众，我这渔船超大台欸，这也太大台了吧？各位，等下这是什么鬼？渔船是不是其实没有开很快啊？它应该是属于开比较慢那种，对不对？开比较慢，然后防御力比较高的类型哦。鲨鱼再怎么猛，应该也不至于把我直接一艘船整个撞爆吧？应该没那么夸张才对。哎，观众，这关鲨鱼是在哪里啊？它完全没出现欸。这什么东西？这里有，哎，鲨鱼在这里耶！原来鲨鱼在这里。等一下，它追过来吗？它有追吗？他好像没有追，这个好像不太会玩，感觉上啊，他直接潜到水里，人就不见了。哎，我决定我要去登别人的游轮，好不好？我不要自己奋战了。那个前面的小弟，那个借我搭一下船啊，好不好？哎，然后这游戏真的有点难控，你知道吗？我、哦、靠，鲨鱼怎么在这里？哎呀，哎呀！我忽然救了一个人欸，他的船被撞沉，然后他就搭上我这边了，是不是？到底是干嘛？
啊，怎么那么开走、啊？那只鲨鱼不知道在发什么神经。我们半路救了一个小妹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现在决定要去屠鲨鱼，好不好？你枪开准一点，我们直接开爆它，好不好？开爆它，保持这个距离开它。你有在开吗？他有在开、欸，哎，他是活人、欸，哎。等一下，他是不是在鲨鱼是不是在下面？不知道鲨鱼到底在哪里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远处我看到有船沉了？这只鲨鱼比较会玩那种隐蔽式的打法，是不是？躲在海里，然后攻击这艘船是吗？鲨鱼不见了、欸，各位，我天哪、啊！可是我活到最后了。哦，这里吗？这里吗？哦，鲨鱼在这里。可是我赢啊！噔噔，时间到。这到底在玩什么？生还者。没关系，我们人当越久，没有鲨鱼的几率会上升。我们现在14%了，总有一天会当到的、啊。哎，说是不是可以加入其他人的啊？哎，我可以加入其他人的船只哎，各位，我直接加入其他人的船只哎，好智障哦。这样子我们就是一起奋战，对不对？一起奋战的感觉，有吗？有在奋战吗？欸有欸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就是搭同一艘船的好战友了，各位。你不说我们在捕鲨鱼，为我们这是来海钓的，哈哈。为什么这有钓竿啊？啊，我们怎么有一个队友跳海啦？等一下，我们队友怎么剩几个？欸，这个是不是刚刚那个人吗？欸，他为什么跳海？为什么他们喜欢跳海？是想不开自杀吗？还是想要看鲨鱼在哪里啊？还是不是不想跳海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应该是要站起来，就像我这样子。哈哈，我知道了，他只是想要站起来，不想要坐着，然后跳起来就落海了，超白痴，太智障了吧这个东西。哎，救我，压艇过来，压艇来救我，来救我，请让我上船好不好？哎，对对，压过来，压过来，压，让我上船，压，哦，这里有好康的，好大船，哦 ，nice， 哇，这船超大哎，我们就是要站在这，大家一起上来，太智障了吧？那我们要去打鲨鱼啊，鲨鱼在这里好不好？开枪，开，有哦，再开枪，我再开枪好不好？有没有？这感觉还。猎捕，哎、欸，他过来了，快走！你这个人会不会开船啊 ？OK， 可以，这他蛮会开，他蛮会开的，好不好？我就我们要打赢鲨鱼了，这鲨鱼不太会的感觉，不然就是我们的驾驶太强了吧？可我有听到是叮叮叮嘛，好像就是我打到就会叮叮叮的感觉啦。就有没有叮叮叮？我赢了、喔，叮好像就是打到一枪可以拿一个牙齿，是不是？我牙齿又变多了。他直接放弃了、欸，他觉得他自己的血太少，是不是？鲨鱼有这么难玩吗？还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一起挤在一艘船上，驾驶就很强，超智障！哇，我感觉到有团队合作的气氛，各位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团队合作，是不是？团队合作，那鲨鱼呢？哦，鲨鱼在后面，鲨鱼在后面。哒，我们赢了，我们不小心就打赢鲨鱼了。这鲨鱼是被我们霸凌，是不是？我们大家船太强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如果我换我当鲨鱼，可能也会被他们霸凌、欸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什么？你特别回合，此回合两只鲨鱼，是因为一直人类一直赢，然后开始鲨鱼要赢了，是不是？我感觉我预感我会当鲨鱼、欸，哎、欸，哎，这是我、欸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我是鲨鱼耶！等一下，我这样是不是太幸运了？我和另一个 TK109是不是是鲨鱼？你是鲨鱼，在时间内击杀所有玩家。我是第一次玩鲨鱼，我其实不知道。你在1分钟后可以开始行动。原来是这样，鼠标会往前游，轻移鼠标引导鲨鱼啊。所以说不是我控鲨鱼，是不是？我只引导它。下一个玩家可以拿一个牙齿，是不是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好，那我大概了解，我大概了解了。我要开始了，要开始吗？我开始了，开始了。鲨鱼，哪一只是我呢？啊，空白键可以加速是？我靠，这超难玩哎、欸，因为我是第一人称，难怪鲨鱼会这么难控。
没关系，我们就在海底啊。我觉得这很晕，各位知道吗？这有点晕，不错哎。然后这里有红红的地方，空白键加速。哦，我撞坏船了，对不对？我把船撞坏了，各位看到吗？啊，有人在打我，有人打我。来，我来看一下。哇，这好晕哦。我来看一下哪里有怪，红色的应该是玩家嘛，我们就往这个地方走。哦，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。啊啊啊！杀不到他，难怪我会，难怪大家玩鲨鱼的会玩的那么烂，超难玩的。哦，我杀到一个人，我拿到五颗牙齿。哎，然后我看到我的红伴鲨鱼了，好不好？同伴鲨鱼，我的天哪，玩鲨鱼感觉超晕的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，我现在看起来我超晕的。我打撞坏一艘船，然后这里好不好？这里。这里很多人是不是？人这里这里这里吃掉啊吃掉啊哇大波 key 哦，这里还有人是不是？哦，这里好多人哦，我们是不是要杀光全部人啊？不要撞我啊，头晕啊！来来来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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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追另一艘船是不是？他把船撞坏了，那我去追另一个人好不好？这边还有人，找到你了，这里这里这里。哦，吃掉吃掉！哇，各位看我这个真不错，真的很晕。我这个游戏做的不好啊，玩鲨鱼超晕的。然后我们剩100多秒了，还怎么还有人哦？我觉得我吃很多人啊。各位看我牙齿114颗嘞。哎、欸，啊怎么没有人了？各位，我们赢了吗？没有啊，还是倒数啊。我目前已经看不到任何标示了、欸，哎，这样应该算我赢了吧？哦，这里还有人啊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有人，吃掉 ，nice， 还敢射我啊？想射我们都没有，谁还在这？哎，谁在射我？谁在射我？想射我是不是？所以说各位看我好像一直在转乱玩啊，可是好吧，我还是有杀到人的。我跟那些因为头晕而不会玩的家伙是不同的啊。我们先哦，真的好晕哦。我们先到岸上看一下，不是岸上，海面上看一下，应该没有人的吧？我目前没看到人的啊。还是你要跟我讲还有人活着？我不知道，他这个引导做的没有很好，我目前看不到任何人了，应该是没有人的才对啊。好啦，结束了，时间到。啊，我们这样算输了是不是？死掉了。哦，不要转，不要转，我快晕死了！鲨鱼被击杀，还有人活着？屁啦！为什么？就没有人啊？这游戏是不是做的不好？等一下，我觉得他没有做的很好哎、欸。照理来讲，我应该要获胜的才对啊！他是不是开外挂啊？给我躲起来！不过我最后再玩一场吧。我刚玩的那一场鲨鱼，我现在其实都有点头晕，太晕了。我就再玩一场那个人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自己是觉得鲨鱼用强制第一人称太难了，太痛苦了。我们开始了，鲨鱼在哪呢？嗯，怎么有人跳下海啊？我们人类切成第一人称还可以接受啊，鲨鱼切第一人称真的太难玩了。哎、欸，小心点啊！我没看到鲨鱼啊！啊，掉掉掉掉掉！我要跳到这上面来啊！这样我被挤下去了，我操！哈哈，哎，不要抛弃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完了，我不小心被下去了。要不然我们如果是鲨鱼是这样子的状况，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就你至少也给我控一下嘛，不然是要玩个屁啊！哎，我发现我们其实有那个氧气耶，中间那颗球是氧气，太久好像会死掉。我们是有鲨鱼吗？哦，鲨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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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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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很晕，他很晕，他不会，他没办法控好，对不对？他很晕。哦，现在就是我单挑鲨鱼时刻，好不好？啊！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哇，超猛！徒手单挑鲨鱼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有没有徒手？我有枪，我有枪。我们要用第一人称比较好打。他放弃了，各位，他放弃了，
他打不过我，他放弃了。不要说我在欺负他、啊，我也是晕过一次，好不好？过来，鲨鱼跑去哪？别跑啊！我在跟你奋斗哎。啊，下面还是下面还是上面？这里这里这里。啊！快跑！快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闪闪开！干！差一点点！啊！差一点你啊！他怎么忽然会玩呢？气死我了！我一个人把鲨鱼血条打成这样子、欸，哇！差点就可以 solo 鲨鱼了，气死我了！好了，算了，我们今天这就玩到这了啦。没办法说鲨鱼比较可惜，不过也差不多，好不好？总之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抽到这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